顺便跟大家介绍个经典，现在这个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蒙氏滚汤丸，蒙氏滚汤丸介绍经验是主要用法啊。凡是痰迷心窍，我们还用中医的话来说，而精神失常的，你用蒙氏滚汤必须大量，不能按书上用。那么我过去用一次一两，一次一两，用了以后的就是下来就是痰，神志清楚，恢复清楚。那么这个问题呢，过去是经验，后来我有机会到北京来找了这本书啊，王隐君的嘛，养生总论，是吧，他用蒙氏滚汤丸也是根据不同的病用的不同的量啊，痰热的喘病常服是小量，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用了小量没用，而且越用越坏，你逐渐加量不行，必须一下子就把它拿住，见效很快。也是在他们实习的时候，他们这些对个痰有所解释，有所认识啊。我说中医讲痰就这么讲的，就这么治的啊，他就见效，是吧，两个病人嘛，一个胡说八道的，一个是要打人的，是吧，这两个病人都挺有意思。我还介绍一个小偏方，子宫癌盆腔转移，就整个的小腹了。那是个病人没小便，肚子胀了难受，脚也肿了，来问我，我说这病是好不了的啊，他广泛转移的癌症呢，不好办的，在当前来说，他就解决个小便嘛。我想了半天，我说这样，你找一对雷姑，拉拉姑，啊，北方话，听拉拉姑叫都不要耕地了，不是吗？就那个土狗子又叫，正式名字叫雷姑。啊，草字啊，虫字边这边雷三观那个雷字嘛，啊，一般的蛐蛐、细树也是通小便的，不是吗？这攻击我们中医，说中医用细树还要原对一原配一对儿，啊，反中医的都是学西医的。但是后来呢，有人有所认识，那过去不是多讲两个大学者吗，一个鲁迅，一个郭沫若，都是反对的。郭沫若《洪波曲》里面批判了中医药的，是吧，他从他所学所知来看问题，但后来他也知道了，所以他当时发表这个项羽当时的见解，这也不影响他的学术的问题，也不影响鲁迅的这个文学方面的啊思想家的问题，是吧。
他有个先入为主的问题，他不能理解。结果这吃了以后，小病下来，缓解一时的痛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挺有意思的，他没用了这么厉害的药，风心病，板木去水，换了板木了。手术做得很成功，但是为了抢时间，手术期间胸腔的血没有弄干净，因为这个病人的身体啊，以及这各种情况的决定，手术完了以后，病人是端坐呼吸，喘咳无痰，小便没有，全身肿胀，不能平卧。济格用了宣肺祛痰跟利尿的药，利尿的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利尿的药我是从寄生肾气上买的，牛膝跟车前，牛膝去血分子水，是车前去气分子水。其他都是一般的宣肺祛痰止咳的药。他这怪怪什么呢？导尿膀胱无尿，懂吗？结果以后两礼拜就好了，当时的诊断是肺弱血，肺水肿，就是由于心脏板膜换了，是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好了，但是心肺的功能由于这突然的改变，它不行了，对吧？我就记得这里面还有那段黄芪，生黄芪，生黄芪有利尿作用，还有足五脏络血，它有这作用。它跟那个参的补气不一样，它是补气不废气，生发的，所以补中益气汤它是用的黄芪，当然它是治黄芪。我这儿讲的生黄芪主要是提气，加强它肺的功能。它只有宣发才能速降，只有速降才能宣发，肺气的宣降是肺本身的功能，你只有加强了它肺本身的功能，它才能宣降复藏。所以在这个时候配了这些药在里面，其他都是一般的药啊。所以我把我这个我自己经验当中特殊的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人现在还活得挺好，所以他有时候跟我讲笑话，讲了笑话以后啊感谢我，说这东西你也别感谢我，我也没法儿那个板儿跟上去。中医我说我没这个办法，手术是成功的，手术后这些问题我解决了，是吧？心脏病的问题啊，我跟你们介绍一个特点的情况，介绍个特殊例子，是我们学校里有个老师叫霍顺根，是主配的，年龄不大，七零年的毕业生，
是在西河跟阜外都通过检查确诊病毒，必须安起搏器。必须安起搏器。啊，后来呢，为什么没有安又看了呢？公费医疗只报10000，允许他过产的可以。他想过产的不满意，要按进口的要50000，那就他要花40000块钱，是吧？回来就听人讲了以后，他就找我看，看了以后，3月恢复讲课，没按期不齐，嗯。但是这个东西呢，方子就比较复杂，几个方子混合用的。这个东西就是在那个阜外治心肌病中来积累的经验。所谓心肌病，我当时问他，我说心肌病是什么病？他说不属于这个那个的心脏病都叫心肌病。那70年的事了。现在他们怎么下定义的我不清楚了，是吧？炙甘草汤、桂皮汤、生麦饮、但用桂皮汤生用生麦饮，总的讲养血活血的用。就是这几个方子作为基础来回走，根据他的情况来回走。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治疗结果，但这个病毒的问题不止他一个了，我就是有人有地还可以找得着的啊，咱讲讲，到现在挺好。那么这里顺便提一下，年龄是一个重要因素啊，他不到50呢，70年病嘛，这病是5年前看的。是吧？老年人身体差了，效果就差。所以这个中医的特点，治疗扶持他自身的能力来解决。这儿就差一个先天免疫功能低下的病。记者，我介绍一个两例啊，是内蒙四子王琦的，是我们药系一个学生那个老家的带来找我看。啊，鞍山的，这不是我讲那个，那是类似蛋白质沉积症，那是那个，我记错了啊。这是鞍钢的两个孩子，一个孩子8岁，一个孩子10岁。8岁的孩子最有趣，每月必发高烧。那么这个高烧以后呢，用抗菌素呢至少1个礼拜，然后嗓子疼，要经过若干天才缓解，这是一个病理症状。另外一个特点，这孩子8岁，
大约是150斤，接近80公斤，所以我记得28嘛。他坐在沙发上起不来，走路也没劲儿，冬天看的。我就给他两方子，一个是解表利咽的，如果发烧你就吃这个，平常吃的就是补脾肾的，脾肾双补。我治，你回去化验去，检查指标，他免疫功能低下，他有好多指标好检查，有他安全检查。治了大概不到3月，自然的减少了，只要吃3斤或者2斤牛肉一天就够了。另外一个特征，就是从2个月开始没有发烧。因为是个冬天，关照到他很仔细，不许在户外活动。一开始也无所谓，他根本动不了。到了2月奔后，在屋子里面自己翻跟头，体重也减轻了，最后好了。这个孩子吃多长时间药我也记不清了。第二个孩子10岁的孩子我也忘了，今年来告诉我，他是辽宁省考的一个状元，录取了北大，到北大来报到，他妈妈打个电话告诉我这事儿，感谢我，很高兴。嗯，一个在省里考了个状元，一个又考取了北大，所以特别高兴。他说吃了你一年的药，这孩子挺好，现在取了这么个结果，是吧？都是我看他到你化验。那么这个问题现在找到根据，我所谓找到根据就是西医啊，找到。过去认为这个出生以后这个脾就是储蓄器官，出生之前是个造血器官，就是网上内皮系统嘛，哎，肝脾嘛。现在发现脾是人身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免疫功能的器官，这最近的，是今年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看的时候看小参考就差，有的时候报道一些国际上的这个医药的新技术这东西，值得注意啊，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说我们学习吸收东西从多方面来吸收。还刚才讲的这个类似蛋白沉积症，是刚才讲的内蒙四子王旗的弟兄两个，这是协和医院建院以来第二例跟第三例，但是在看病的时候他没告诉我，他怕我不看。症状就是什么呢？周身的皮肤容易产生溃疡，无缘无故破了烂了，口腔也产生这样，但这个类似蛋白症这东西啊，成绩我也没有翻西医书学，我也不懂，是吧？最后也是经过1年半的治疗，兄弟俩都好。后来这学生来告诉我，才告诉我，说他是
第二例，在当时来说啊，好不容易好多实习的大夫都给他们来看，你们西河戒院第二例了，啊，好了，一个上大学了，一个上高中了，俩小孩嘛，是吧？就是总温补脾肾。那么由这些病治了以后，我给一个研究生，给个博士生做了个药的实验，我回来搞了一个方子，证明了提高免疫功能很好重要。最后发现了一个特殊性，就是现在这个免疫啊发展了注意红细胞的变化，红细胞的变化。经过实验证实了，中药提高免疫功能，能够增强红细胞膜的功用。红细胞膜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血氧的载体。过去都注重白血球，现在注意红细胞。红细胞数量多，所以特别重视。这发现这个以后特别高兴，现在我在博士生在航天中心，他们挺高兴把他找到去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中医有好多可以啊来努力的东西，来发掘的东西，特别是跟现代的手段的结合啊。暂时认识到除了临床认识，还在客观上认识。还有治疗这个脑瘤啊，过去虽然治疗一些顽固性头痛啊，尽管你怀疑，过去不敢弄，因为老是照影啊，它有危险。我第一个经西医确诊为脑瘤的病人，是在71年里，也就是在河南商丘那地方有个农水局的局长，他是在北京确诊以后住院，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年岁大点的都记得，文革期间有个第一号命令还是号令，副统帅下的，统统下乡不是吗？所以病人也就给他退回原地去。他就回到商丘，正好我们带了学生到那儿看，开门办学去。一个眼睛失明，一个眼睛是继续下降，前额部的肿瘤压迫了视神经。一天要吃20片以上的止痛片。是吧？那我给他治疗了不到3月吧，后来因为集中学习上516去了，就跑了。最后取得的结果，止痛片每天通过那么这个情况呢，用那些药呢，主要的
一气和流血，这是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从那一直诊断都没错，但是定位呢是由于手上没有核磁，没有 CT， 是吧？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看的是76年4月6号，也就做了半年以后，我又都很是大米折了，左边那特后边没人感啊，这样都能感觉两位这回有没有在他的不行的地方，或者是那种就是就是人引渡他不能自己啊，然后就吹了，已经消了。通过这方式走，角度，这个我们原来提名没写，就是这个颈椎病。开始我对颈椎病我就有所怀疑，并不是怀疑它颈椎的变形变性，而是怀疑它的发病。为什么有颈椎病有的检查结果相同症状不同？那时候我们72年有个干部班了，有的人就到那儿去做那个骨科去了，我就要他注意给我统计一下颈椎病的血压有没变化。大多都有变化，高血压有的时候发病的是更高，有的呢低下来了，低下来就心脏也有问题了。我治了一个最典型的颈椎病，哈尔滨有人呢就是活着，也是组织部长叫李启和，现在是市委副书记还是副市长不知道。我讲这些主要是把个具体人给讲清楚，颈椎膨隆，椎体变化，这肯定的。他的症状是什么？肩背碰不得的痛，特别是左边，左手没有任何感觉，麻、痛、热、冷都没感觉，肌佛萎缩，就是前面的这块小肌肉肌佛萎缩了。当时找我看的时候，我说这颈椎病有办法，这块肌肉能不能恢复不清楚。结果经过4个多月的治疗，颈椎病好了，椎体没有改正过来，它已经膨隆了，这块肌肤恢复起来，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经验，原先我都不敢保证这个东西。逐渐你由恢复知觉而减轻症状而肌肉恢复，是吧？此人目前还健在，是吧？
我讲这些主要的就是用的这个刚才介绍的，这都是一路的方法。但是这种病呢，颈椎病呢，如果发现了血脂高叫化痰药，血脂不高不叫化痰药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讲一个辨证论治的典型嘛，就是我讲的那个孩子吧。他是安徽安庆的韩道菊的，当时来看的是五岁，病了三年了，治疗过程说不清楚，诊断说不清楚。当时给我看的时候啊，主要的是肝硬化的复杂腹水，还曾经诊为系统性狼疮啊，那个就是肚子大，脐弯也鼓起来了啊，用西医的话说就是海蛇头嘛，青筋暴，正好就起骨起来，是个海头嘛，舌头嘛，嗯。那么在那个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呀，他什么病弄不清楚，记起手机呀、啊，心自腹水，嗯，治肝病治腹水这些东西，啊。我就介绍两个我的特殊常用药啊，一个是必角，一个是丹参。必角是20，丹参是30，重用丹参。其他加利水嘛，不是刚才讲过了吗？就这些药嘛，啊。一开始第一个方子还用了茵陈，眼睛有点黄，是吧？用点健脾心气的药，帮助心水。看了好长时间。当然这个东西呢，我看一看看了多长时间啊，11月份看的，到了1月28号了，肚子恢复正常了，心窝底下呢也不硬了，肝区也不硬了，低热也完了，大小便正常，啊，原来还有37.2的低温，回来就加重点呼吸药回去吃，以后逐渐逐渐的清楚了，周身的淋巴机。溃腹，就淋巴结核吗？以下颈部、手部上，啊，奇怪的是屁股上还有，腹股沟也有，周身淋巴，
但是后来这孩子呢就能够上学了，就一直给他支持了。咱照片没拿，到了去年他寄了个照片表了，孩子十二岁了，照片丢哪儿去了，挺好，长得挺好，月经也来了，十二岁。所以要谈治疗呢很简单，后来一个方面是调整脾胃，一个呢就是按流注来治，串痰流注，中医不叫这个吗，化痰散积，加上健脾补气，溃破地长起来。这里面就我介绍一个药，我自己很喜欢用百部，治百部，小量，怕治的不好，百部是杀虫有毒的，所以说是小量渐进，不求济功啊。照片上我做了多少，长得挺漂亮的小姑娘叫张景，安徽的，啊，关于这个刚才讲的青蒿素的问题，我就剪了个小报在这儿，是《光明日报》的，1999年2月1日的，治疗疟疾新药问世，它是用中国云南的一种中草药和诺黄公司的一种西药经过多年的试验合成的。我刚才不讲那青蒿素的问题吗，我不说这个吗，是吧，都有报道啊。还有一个呢也简单地介绍一下吧，过去叫格伦巴利氏症，现在叫多发性神经肌硬化，是吧，按照西医来说这个东西没有复发的原因不明，现在叫多发性神经肌硬化，这个他们病理上的东西我没再看，我说最早因为看这个病我就查查内科学，这个病人他是生产以后重新复发，生产以前怀孕的时候就发过，给他看了，看了以后没彻底好，他吃了5个月的药，因为第一个就因为有这个病而做了人流，这第二个呢就把它留这儿，怕流产，给他吃了以后也没有发现症状，
一般来说是也可以保住了。可是等了生孩子以后突然发作，生孩子第四天是吧，没办法了。那么医院里呢，内科、神经科、妇产科都不管了，因为有个特殊关系嘛，去找我，原来我也治过的。我怎么办呢？他不治你就回来啊，回来我才好治啊，他那儿我没法治。回来了，回来发展很快，回来的时候吞咽就困难，四肢就不能动了，无力啊。到了第七天，呼吸开始为难，那怎么办呢？就中西药一块儿上，我给他提出条件，用你们自己的医院，这西医能够很好的跟我配合，上激素、降激素、撤激素，至少都跟我商量好了以后动，是吧？一开始用了500激素，用了500输液。正好这个医生呢是他们医院的，也是戚一鸣、戚学忠，我给他讲课的，所以大家关系还不错。部队结果治疗结果很好，到现在孩子也上了小学了，他本身也读了硕士了，他本身要到美国留过学了，回来以后现在在工作。这女的姓曹，是吧？具体的我就不说了，里面还有好多这个背景的问题，不跟这没关系。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什么，就是开始我跟大家讲是科学，我们的认可的承认有可用的东西，我们就要学习，就要知难而进，中外求殊，不要采取关门主义，不要采取门户之见，不要排斥，是不是？集合治疗情况挺好，到现在还挺好。哎，经常工作当中还有基础，是吧？他也是搞医药的人嘛。所以这些问题呢，我着重的是跟大家呢，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主要介绍怎么来看中医，怎么来用中医，我是怎么用，是吧？那么顺便说一下，因为我是搞方剂，希望大家看方子的时候注意同类方子的特点以及方子的演变啊。你例如说桂皮汤，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桂皮汤不是寄生方子，我们用的是经过啊续的斋加了两个药，当归原柱，而当归原柱它也是从寄生方来的，它是治疗心虚寒的，源自影子里面来的。正因为加上当归原柱治疗心脾两虚啊，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效果比原来的桂皮汤好多了，这就是一个发展，是吧？这个发展看起来虽然是源自影子所有的，但是他认真看了寄生方以后，善于戏曲当中的某一些东西来充实这个东西，这样就提高了疗效。还有方子都有特点，六味地黄、八味地黄、
八味地黄演变出好多地黄出来了，啊，麦味地黄也是八味，杞菊地黄也是八味，滋柏也是八味，是吧？回来到了寄生上面呢，他又把八味呢又加了车前跟牛膝来利小便。就我刚才讲，所以我们过去分析方子的时候，把它每个药给它分析透了，把它这个方子这个特点给透了。所以过去我们在讲的时候，补气的基本方子是四君，但是到了补中益气，它要那黄芪。为什么？黄芪有什么特点？配在里面有什么？类似这样的情况啊，同类的方子啊，还有一个药理的问题，我们要追根儿。我们现在讲中药，讲麻黄，就讲它三个作用，它是作用，不是药理。发汗、平喘、利小便，又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能利小便？它利小便的机能在哪儿？用李时珍的话，发扬人身的阳气，发越人身的阳气，实际上就宣肺气。羊和汤里边用麻黄干嘛呢？它又不平喘，又不利小便，是吧？也不治咳嗽，治阴虚的羊和汤吗？白芥子去皮里末外之痰，这个药在胸腔积水，挺好的，啊，当然跟其他的药配在一块儿了，啊，所以这些东西你说明看起来好像玄而又玄的，你怎么知道它皮里肉外呢？皮里末外呢？哎，你用了以后加水里的东西积液就出来了，是吧？而不是吸收了，嗯。正如我九七年我自己这个急性支气管喘息性肺炎，说你这录音怎么消失这么快呢？我说我吃中药了，是吧？所以呢，抗菌素我没按他的用法，啊，中药跟抗菌素一块儿，41度以上的高烧，一天退烧，3天平喘。一个礼拜把咳嗽治好了，他明显的来听听那个做中日，我那学生在那儿，明显的录音就没有。我方子在这儿很简单，中药祛痰，是吧？桔梗、杏仁、玄附、紫苑、白钱、橘红、半夏，不就这些药吗？很简单，对吧？现在治疗肺炎，支气管肺炎，蟹白散不用，解表这个不用，动彻石膏，看看《伤寒论》上白虎汤怎么交代的，白虎加人参汤里面交代，秋后就不能用，冬天更不能用，用了以后肚子疼，肚子疼了怎么办？用理中，都讲很清楚。他首先是清胃经之热，麻杏、石甘是石膏跟麻黄用的，清肺热的，是吧？所以现在一动呢，有的时候呢，小孩的咳嗽变成喘病，回来弄了以后，再加上抗菌素打了以后啊，那小孩缠绵不好解决。稍微做点凉就咳嗽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些呢，进自己脑子里的这些东西啊，根据时间，咱们进行交流，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呢，今后呢，不断的求书创新，首先要知难而进啊，别看了41度高烧，我就说你打针去吧。中药还是有办法啊，不迷信自己，也不妄自菲薄，我就这个
谢谢啊。